如果你在玩 MC 的时候频繁的在周围听到有僵尸的声音，但是却始终找不到僵尸的身影，那么这时候你就要格外小心了。视频的开始，玩家刚探险回到住所，但是他听到周围有僵尸的声音传来，他立刻在周围寻找僵尸的身影，可在住所附近查探了一番后并没有看到僵尸的身影。难道僵尸在地下？玩家朝脚下挖掘了一番，也没见到僵尸的身影。但诡异的是，周围僵尸的低吼声还在响起。玩家开始对住所周围进行地毯式的排查，很快僵尸的叫声消失了。玩家以为是游戏出现了故障，并没有太在意，但是没过多久，周围便再次传来了僵尸的叫声。听着声音，玩家感觉就在自己的附近，难道在墙壁里面？玩家开始疯狂地挖掘周围的石头，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任何一个僵尸。世界内的天色在玩家不知不觉中也亮了起来，而僵尸的叫声也随之消失。白天到来后，玩家内心算是长舒了一口气，他赶快检查了一下羊圈中的羊儿们都还健在，接着他爬到了屋顶查看着四周的情况。就在这时，那熟悉的僵尸叫声再次出现。玩家有点暴躁了，他本能的拿出铁剑，这次一定得要找到僵尸解决掉他。大白天的，玩家频繁的听到僵尸的叫声，但是始终却找不到僵尸的踪影，这也太离谱了吧。玩家找遍了方圆五公里开外，连一个僵尸的头发都没找到，这些僵尸到底隐藏在哪儿？随着僵尸的叫声连绵不断的响起，玩家越来越狂躁，直到他再次从住所出来后的一瞬间，他好像在前方的隧道中看到了一个身影，并且此时周围的僵尸叫声也消失了。玩家本能的愣在了原地，他小心翼翼的朝前靠近，那是个什么东西？很明显隧道中有个东西，但是很快那东西就消失了。带玩家追过去一番查看，什么也没有。玩家折返回来后，僵尸的叫声再次响起，难道僵尸们喝了隐身药水？僵尸成精了，会自己制作隐身药水？玩家想不通，我也想不通，屏幕前的各位能想通吗？渐渐的，世界内的天色又暗了下来，玩家再次走出住所，在屋外查看了一番。当他再次转身准备返回住所时，突然视野的左前方又有异常出现，那是什么？有东西站在自己的屋顶，玩家很确定，让我们放慢画面再看一遍。那确实有一个身影在栅栏内，可很快他就消失了。玩家迅速地返回住所，制作了盾牌，接着拿出了铁剑，爬到了屋顶。上来后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检查了一下四周，也没有任何异常的东西出现。玩家随后准备站在周围的石头墙上检查一番外面的情况。外面是一大片的白桦树林，除此以外，玩家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东西。直到他再次将视线转移到了自己的住所，那个诡异的身影再次出现了，就在屋门口。那是什么？屏幕前有人能判断出那是什么东西吗？玩家打算小心翼翼的行动，防止被这个神秘生物发现。接着他迅速跳到了屋顶，随后他跳了下来，可那个神秘的东西已经消失了。与此对应的是，羊圈中的蓝色羊儿们全部嗝屁了。此时周围再次传来了僵尸的叫声，玩家本能的躲进了住所内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大概十分钟后，自己的好朋友蒂姆加了进来。有了蒂姆的陪伴，玩家的恐惧感没有那么强烈了。玩家正向朋友描述时，周围再次响起了僵尸的叫声，很显然朋友蒂姆没有听到。玩家一脸懵，自己明明听到有僵尸的叫声，但朋友蒂姆却一再坚称自己没有听到任何僵尸的声音，那这就更加离谱了。自己能听到僵尸的声音，朋友却听不到，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？朋友蒂姆认为玩家是在恶搞自己，于是在世界内待了不到两分钟后，蒂姆就退了出去。玩家也很是无奈，自己明明听到了僵尸的叫声，他看着朋友蒂姆逐渐远去的身影，自己的心也凉到了冰点。此时周围依旧不断的响起僵尸的声音，渐渐的夜幕再次降临。玩家站在住所二楼窗户旁查看着外面的情况，下一秒他便发现自己的农田有点不对劲，有一些庄稼似乎被破坏了。他赶过来后发现有一些小麦被破坏了，是谁破坏了小麦？或者是说有什么东西吃了小麦？突然那僵尸的叫声再次响起，玩家立刻警觉了起来，他不断地观察着周围上下的情况，很快他便在上方的石头墙上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 What the hell， 那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？玩家正观察间，突然下一秒不知道什么东西砸了下来并发生了爆炸。玩家紧张极了，他赶快爬到了屋顶查看，但是那东西已经消失。当玩家再次走出住所时，前方的隧道中赫然出现着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但这次玩家惊奇地发现，那东西的身形变大了。玩家没有过多的犹豫，打算冲过去一探究竟，可谁知下一秒，隧道中的东西开始朝着玩家快速跑来。
玩家本能的调转身躯躲进了住所，可不幸的是随行的东西就冲了过来，并打开了屋门径直冲向玩家。故事到此结束。从最后玩家嗝屁的画面来看，那东西并不仅有一个，而且他们的体型特别像猪。后来我上网查询了一下有关该生物的资料，得知这种生物叫做野兽。这是一期有关于巨型史蒂夫的视频。在视频开始前，我们先了解一下巨型史蒂夫。他是为数不多的 MC 都市传说中比较恐怖的尸体之一，他的身高足足有12个方块那么高。他与巨型艾利克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好的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跟随着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一起去见证巨型史蒂夫。这是一期双人生存，玩家和自己的好朋友墨镜史蒂夫正在一处黑森林附近探险，他们的住所就打算驻扎在黑森林附近。起初世界内一切正常，渐渐的两人一直探险到了黄昏。朋友墨镜史蒂夫突然叫住了玩家，他准备了一个好东西要给玩家看。玩家不明所以，跟着朋友过去后，这是一个用泥土块和原石搭建的土人像。玩家觉得朋友搭建的一点也不好看。就在二人闲聊之际，突然不远处月光笼罩的地方赫然站立着一个庞大的身影，玩家瞬间被吓了一大跳。那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冷静下来仔细地思索了一番，那东西应该是巨型史蒂夫，一定是他。朋友并没有发现巨型史蒂夫的身影，所以他认为玩家极大可能是在跟他开玩笑。玩家来不及解释太多，因为朋友墨镜史蒂夫已经催着他去入睡了。两人迅速地制作了木床，接着入睡度过了黑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朋友墨镜史蒂夫如往常一样外出探险。接着让我们把视角切换为朋友墨镜史蒂夫，他正在正常的收集羊毛，可是突然下一秒，一个巨大的身影就站在树后。紧接着左下角的消息框便传来了朋友的消息，玩家赶忙在消息框询问发生了什么，但是还没得到朋友的回复，接着系统便提示朋友已经嗝屁。 What? 但是奇怪的是朋友并没有重生在床旁。玩家还没反应过来，接着巨型史蒂夫已经开始朝他狂奔而来。玩家吓得不能开始逃跑，他一直跑，连头都不敢回一下。当他跑到一处矿洞入口时，下一秒抬头望向上方，巨型史蒂夫又出现了。玩家再次展开了生死逃亡，他在这繁茂的黑森林树顶来回的穿梭着，但很快他就改变了主意，与其一直被恐惧占领，不如占领恐惧。玩家拿出了背包中的斧子，直接绕到了巨型史蒂夫的视野盲区，接着他火速出击，一下两下，巨型史蒂夫嘎了。 What? 玩家不敢相信自己竟击杀了巨型史蒂夫，他欣喜若狂地在消息框告诉朋友，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朋友的回复。当他再次返回住所时，他发现住所发生了变化。走进去后，朋友墨镜史蒂夫突然当着自己的面嗝屁，下一秒一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，哎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